安东尼。北京时间7月21日消息，据 Sportshark 报道， NBA 休赛期出现了很多大操作，现在基本尘埃落定，唯一剩下的悬念就是卡梅隆安东尼到底会去哪里。日前 Sportshark 给出了各支球队的赔率，火箭目前遥遥领先。今年休赛期很多球队都进行了大手笔操作，目前绝大部分超级球星的未来都已经确定了，包括了布朗、詹姆斯、凯文、杜兰特、考尔、伊莱、昂纳德等人都是如此。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小甜瓜安东尼了。安东尼被交易到老鹰后将被裁掉，然后他将选择去哪里？目前来看，他加盟火箭的几率是最高的。Opshark 为此开出了赔率，目前火箭的赔率是最低的，为200，这意味着你花200美元投注安东尼加盟火箭，如果赢了也只能赢得100美元。紧随火箭的是洛杉矶湖人和迈阿密热火，赔率都是加500，这意味着你花100美元投注安东尼加盟湖人或者热火，那如果安东尼真的去了，你就可以获得500美元。不过有消息称，安东尼对于热火给他的薪资条件并不满意，随后是猛龙的加800，即买100美元猛龙，如果赢了就能获得800美元。此后依次是凯尔特人加1000，老鹰加1000，奇才加1000，篮网加2000，尼克斯加5500，以及无人要加800。